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1年12月，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对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的王某等人予以刑事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王执行刑事拘留，送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羁押。王某等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向境外公司非法搜集、提供涉及高铁敏感数据。这是数据安全法实施以来首例涉案数据被鉴定为情报的案件，也是我国首例涉及高铁运行安全的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证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牢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2017年的深秋，党的19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此行中，一件名为《时局图》的展品又一次引发了他的关注和思考。这件作品形象地描绘了清末中国被列强瓜分宰割的悲惨境遇。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赴甲午海战旧址刘公岛，观昔日之殇，他深有感触。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要看看刘公岛，看看我们甲午海战之殇啊！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的屈辱告诉我们，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的安全。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把国家安全摆在头等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乱云飞渡，风高浪急，更需要领航者的远见卓识，更考验掌舵者的勇毅担当。同志们好，热血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为破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难题，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5年7月1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总体安全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安全，是发展的、动态的安全，是开放的、共同的安全，是主动塑造的安全。实现总体安全，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加强科学统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特色，向国亲就任。在国家安全这一机体中，政治安全是心脏，心脏受到了损伤，再强壮的机体也会失去生机。走下面去，站好。三零六十，我上楼就回来，没事了。国际斗争和博弈复杂严峻，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分裂颠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企图搞乱社会主义中国。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重大问题上开展一系列斗争，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早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就被历史性的确立了下来。维护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在政治安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必须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牢牢守住红线和底线，不断巩固防线，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犹豫。治国必治边，边稳才国安。我国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边防安全至关重要。普马江塘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是全国海拔最高的派出所。这里空气中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气压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喂，哦，我是那个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民警。2022年新春，在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时刻，派出所的民警在平均气温近-30摄氏度的边境冰川一带，开展例行巡逻。我们在西藏山南海拔5373米的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边关有我，请党和人民放心。从新疆喀拉昆仑山脉的神仙湾哨所，到大兴安岭深处的伊木河哨所，再到辽阔碧海的南沙群岛永暑礁哨所，正是无数个像普马江塘边境巡逻队员这样的奉献者、守护者，浇筑起一道道巍然屹立的安全长城，筑牢国土安全的铜墙铁壁，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我国不仅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也有广袤的海域，海上安全环境十分复杂。有海无防，曾使我国无数次因海而伤，海防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沿。象牙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其周边12海里为中国领海，你们已经侵入了中国领海，要求你们立即离开。近年来，境外对我国沿海地区实施的非法测绘、间谍、窃密活动屡见不鲜。王锁是江苏盐城的渔民。2021年春天，他出海打鱼时，打捞出一件奇怪的黑色不明物体。上面带那个很先进的太阳能板，后面带那个螺旋桨，两面带翅膀。经专家鉴定，这实际上是一个波浪滑翔机，是一种先进的海洋无人潜航器，搭载很多的传感器，
是境外势力向我国海域秘密投放的窃密装置，性能先进，功能强大，能够实现侦查和情报搜集。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当前，我国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交织，海洋既面临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深海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海洋安全和深海安全正得到显著加强。当今世界，新兴领域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网络安全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安全问题之一。一组代码可能导致个人倾家荡产，国家基础设施瘫痪，风险隐于键盘之上。当我们感受岁月静好时，也要时刻警觉自劫先的暗战。2022年2月，北京齐安盘古实验室发布一份报告，曝光了某国在全球实施网络攻击的电幕行动细节。电幕行动已持续10多年，侵害了4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200多个重要机构目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新时代，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强有力，网络安全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不断强化，网络安全4梁8柱基本确立。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平台共处置涉摄像头、偷窥黑产、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启动清朗专项整治行动。10年来，我们建立健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加快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明显提高，网络安全防线不断筑牢。维护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关键。近年来，我国企业在高端芯片领域受到一些国家的肆意打压，一枚小小的芯片成为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被卡脖子的集中体现。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半导体研发投入不断加大，集成电路产业正迅速发展，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稳步提高，国产操作系统性能大幅提升，努力把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0年来，我们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深空、深海、深地等前沿领域捷报频传，一大批国之重器引领创新，5G、高铁、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走在前列。中国人正在以坚定决心书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篇章。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家安全的概念和边界已经大大拓展。在所有这些安全中，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是粮食安全。建三江，位于祖国北部边陲的三江平原腹地，是我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2018年9月，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粮食生产和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情况。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东北平原到中原沃土，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有着特殊的分量，背后更是对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命题的深入思考和谋划。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守住耕地红线，确保种子安全，这两条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截至2021年11月，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4.4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果菜、茶肉、蛋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吃饭问题，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稳，经济稳，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尤其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让金融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近年来，我国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打出一整套组合拳，对准影子银行非法融资，精准拆弹，加大地方政府企业债务清理和规范力度，稳妥有效处置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案件，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当前世界经济动荡，全球通货膨胀高企，不少国家民众生活成本剧增，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陡增。我国全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稳定，物价稳定。2020年12月11日，19届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第26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出全面系统论述，提出了10个坚持的要求。在党的19大报告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被确立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5中全会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被纳入到了“14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10个坚持的要求，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安全篇的正式绘就。当前世界动荡和变革两种趋势持续演进，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考验前所未有。越是环境复杂，挑战增多，越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决把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